对电影当中一些经典的电影、一些镜头，这个有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一些想法，我就想把它变成一个水彩作品，呈现给大家。 现在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大家这个艺术取向啊、品味都随着在提高，所以我就想把自己这个画拿出来，作为一个文化现象，跟大家进行交流。